然后还出事，好，没事。OK，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我的牛头扁，它已经化蛹了。来打开一点看看。那这只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进那个野生虫，然后母虫，野生母虫头产生的，不知道算不算大哎、欸，感觉好像还好，因为没有到很重。这是我第一次养这个种类啊，对啊，第一次接触。不过我看那个母虫好像还蛮大的，因为。今年我有买那个什么世界锹形虫书籍哦，然后就是里面很多果蝇，但我想这只母的它好像就是说它的那个尺寸啊跟书籍上的好像差一点点而已，书籍上的好像是 4.9 公分。然后这只是47还是4.8公分，还蛮大只的牛头扁母虫。地板有点脏，最近在整理，很乱。蛮大只的，掉地板，好像锹形虫子比较坚硬啊，掉地板没事。那我最近又有一些虫差不多出来了，像我的长脊大兜虫的母虫，之前跟前辈买的已经有化蛹了，那这个就是我们长脊大兜虫母虫的蛹。它蛹啊，它如果受到惊吓的话，就会抖动。啊，偷偷戳它一下，轻轻。怎么不动？哦，有了动。职工的话，今年。应该不太会有了吧。好，还有一只啊，还有一只公会出来。然后这个是前蛹，打开给你看一下，那个长脊大兜虫母虫的前蛹。那前蛹的话，就是它都不会进食的，对，然后会一直做这种很像类似仰卧起坐的动作。这应该最近一两个礼拜内也会化蛹。神马大兜虫，我有养一点。这也是我第一次养，不过没有很认真养。对啊，就是都给他们吃废土长大的，不知道会养的怎么样。又一批神马，然后这些都是公的前蛹，公虫，然后母虫在这里。你的体重多少？我就没有仔细去量了。出事，好，没事。这是我们特殊色美它的蛹，等一下我打开来给你们看。看到吗？已经差不多了，应该明天就会羽化了。我刚刚摔到它，应该没事吧？看起来是没事，好险。这只是紫色美它的后代，就是日本进口的。那成虫的话，
话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很漂亮，紫色的，然后特殊眼睛，这只是比较特别的。反正我最近刚换新手机，对，原本的手机被我拿去玩水弄坏掉了，然后从事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很多幼虫。还在做整理啊，因为还有很多幼虫那些还没有分装，有没有？这边小小只的，一只一格这样，应该等下个礼拜吧。我会来换土，对啊，我的箱子已经买好，准备好了。这边可以观察到幼虫，其实还蛮肥的，有没有？这就是海神大豆虫的幼虫。你看有没有其他的幼虫在外部可以看观察得到的？好，好像都没有。最近应该还会有一些就是换土啊，或者是开锹形虫产房的影片。对，那我其实最近已经有偷开了，就是偷开个两箱，只是哇，我忘记录影了。那这边还有那个场景录具的产房，应该过一阵子就可以开了。那到时候我会再发上来。开锹形虫产房还蛮好玩的，对我个人来觉得比这种多虫的还要好玩很多。因为多虫的产房我觉得有点无聊，就是把土倒出来然后就可以采蛋。那锹形虫的你要慢慢的挖，而且一个不小心那个木头如果太硬，或者是你太快太用力的话，那个幼虫会被抽死掉。所以挖锹形虫的产房比较有技术性。OK， 那我今年养的牛头不知道还算大不大哎、欸。哦，之后这一只好了，这两只，这一只紫色美他跟这个这一只，我会办抽奖抽出去。那就是不要忘记，就是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帮我去FB 粉丝团帮我按个赞。对，那这两只会帮我会抽出去啦，对啊，那记得分享我的影片。那至于怎么抽，我到时候再想看看哦。有啦，你们那个帮我把影片分享到 FB 上面，然后公开分享，然后截图私讯粉丝团，就我 FB 粉丝团要公开分享哦，然后我会给你一个编号，如果你是第一位，我就给你一号；第二位给你二号，以此类推。然后大概两个礼拜后吧，然后我会进行抽奖。那运费的话，就麻烦你们自行负责。我会抽两只，两个奖，一个是这一只，然后一个是这一只。对啊，运费的话，看你要电到店收取还是宅配，我觉得是宅配会比较好。宅配比较安全又很快速。那宅配的话，我会跟你收取那个100块运费，然后我会把虫寄给你。那饲养这个美他利佛牺牲刺锹形虫的话还蛮简单的，你知道，如果你没有这些环境啊什么，你就拿个盒子，然后要打洞，然后放点卫生纸，然后喷点水做保湿的动作，再放入那个甲虫果冻。那我寄给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果冻，你事先跟我讲，我会送你几颗，你还可以撑个大概一两个礼拜吧。他们吃很少，那
甲虫果冻，你一般上露天拍卖啊，或者是虾皮拍卖，网络上很多虫店都有在卖，你可以去买，都还蛮便宜的。反正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养。那我今天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好，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到我 FB 帮我按个赞，然后记得这部影片要分享到 FB 公开分享，我才会抽奖。那公开分享完，记得截图私讯，我会给你那个你的号码。好，我们下次见，拜拜。